111年6月23日零时许，本分局接获110通报，二圣路与英明路口超商有两名男子发生纠纷，本分局快打部队获报后立即到现场了解，为房东与房客发生纠纷，房客于协调过程中因气愤不过徒手殴打被害人，导致被害人轻微挫伤，警方到场前已无肢体冲突，故由119先行送被害人至医院就诊，全案依伤害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